的来表达亚洲人的一些内心细腻色彩及其变化的乐器。公民二胡成立于2009年，每年都会举办二胡专场的演出，这次已经是第13场了。历经13年的公民二胡工作室，与所有的学员们用二胡不断地在尝试多种类型的音乐以及创作。此次的线上音乐会主题是 Draw Sound of 二胡，也就是希望能够把二胡这个优美的声音通过不同的作品以及形式传达给在线的观众朋友们。这次演出的作品非常丰富，有二胡经典曲目《新赛马》以及中国风新作《忆江南》，还有就是邓丽君的经典老歌《我只在乎你》，另外还参有韩国电影作品《Old Boy》背景音乐《The Last Words》，以及世界家喻户晓的《Fly Me to the Moon》，还有就是艺术与浪漫优雅融合的法国相送《巴黎的天空下》，著名的爵士曲《Love》，另外还有大合奏日本动漫之王《幽灵公主》的《阿西塔卡的传奇》，韩国非常著名的一首女 Age 作品，是钢琴演奏家以及作曲家平光明所作的《The Way to School》。此次演出是由我与公民二胡乐队30多位学员们共同为大家演绎贯穿了各国的名作以及完全不同风格的音乐，就如同二胡制作中木质原本所展现出浑厚圆润的声音。公民二胡专场演出将每位演奏者的温暖以及想要传达的声音聚集在一起，在此为大家呈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说音乐是艺术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语言。二胡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俗称两根弦的倾诉者，能够非常丰富地来表达亚洲人的一些内心细腻色彩及其变化的乐器。公民二胡成立于2009年，每年都会举办二胡专场的演出，这次已经是第13场了。历经13年的公民二胡工作室，与所有的学员们用二胡不断地在尝试多种类型的音乐以及创作。此次的线上音乐会主题是 Draw Sound of 二胡，也就是希望能够把二胡这个优美的声音通过不同的作品以及形式传达给在线的观众朋友们。这次演出的作品非常丰富，有二胡经典曲目《新赛马》以及中国风新作《忆江南》，还有就是邓丽君的经典老歌《我只在乎你》，另外还参有韩国电影作品《Old Boy》背景音乐《The Last Words》，以及世界家喻户晓的《Fly Me to the Moon》，还有就是艺术与浪漫优雅融合的法国相送《巴黎的天空下》，著名的爵士曲《Love》，另外还有大合奏日本动漫之王《幽灵公主》的《阿西塔卡的传奇》，韩国非常著名的一首女 Age 作品，是钢琴演奏家以及作曲家平光明所作的《The Way to School》。此次演出是由我与公民二胡乐队30多位学员们共同为大家演绎贯穿了各国的名作以及完全不同风格的音乐，就如同二胡制作中木质原本所展现出浑厚圆润的声音。公民二胡专场演出将每位演